舒美窗帘在许愿的许愿梅，常常都有人为了选择浴室的窗帘而感到烦恼。今天要跟你介绍单一珠帘式的百叶，单一的神控珠帘式，简单的拉起就可以达到通风的效果，上下拉窗户就可以打开来跟关起来。珍珠的防水百叶可以用在浴室的空间。在高楼大厦，有时候你窗户没有关，百叶就会造成折损。我们这是防折损的百叶，具功能性而且通风效果的百叶，提供你最好的选择。选窗帘到收美选。